杀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吗？江小鱼。江小鱼已现身江湖，你今日就下山去。这个充满杀戮的江湖，弥漫着血腥的气味。王无子，从你出生的那一天起，结局就已经注定。这一战，我别无选择。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。只有死人的嘴才最安全。小鱼，无论多少次，我也要改写这个结局。